今天下雨没太阳，太阳花开的不是很好，这个枝条比较凌乱，这是因为我前天上的花架，这枝条还没有舒展开，前天才上的花架。我这个盆也小，十口径的花盆，这也是十五根枝条的棒棒糖，相当于十口径的花盆里面种了十五颗太阳花，那就太挤了，太密了，营养也供不上，再加上没太阳，这个花就开这个样子啊。相对来说也算可以。等换个大盆，换个大盆，然后再出太阳，那状态就好多了。所以说种这个太阳花了，不要种的太密，一定要用大盆，晒大太阳，施肥，施足底肥，含磷钾的肥料，氮肥不要用的太多，氮肥用的太多就不容易开花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